Hello， 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高瀚宇。彭越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吗？相似之处就是他的性格和他的表达方式吧，都是属于比较直接、比较执着、有点活泼、比较外放型的一个人格。他的情感输出方式其实跟我就蛮像的，就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不开心了就不开心了，不爽了就不爽了。对，在越过山丘中拍赛车戏是什么感受？就是越过山丘应该是第一次让我体验了一把就是拉力赛车手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，然后自己开着一辆车，然后可以尽情的踩油门，尽情的漂移，也是我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是刺激，二是非常爽。